来看看真实的演唱会后台长啥样。依旧是我们的相声二人组，博远勤勤恳恳化妆师，戴阳拆干早起彩排的歌手，有的人台上看起来精神满满，实际上已经困到发癫，晚上七点才开始试妆，而我们的化妆师准备搞个大的，抢到你的这条线了。根据服装情况再次微调妆容，试妆也要细到发丝都不能错，搞完这些已经将近凌晨一点，第二天还得起了个大早和驻场嘉宾彩排。晚上到这个环节呢，我们就会聊天，给粉丝准备的小卡，下午两点开始化妆，打底、遮瑕、高光、定妆四件套。体重高强度的也是唱十几首歌，还是第一次尽全力用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。那就拿最亮的眼影色，最亮的大钻石闪瞎现场所有人。粉丝已经陆续进场，彩排结束，化妆师上去补个妆，准备正式上台表演了。迎着狂风张开翅膀，所有人都贼紧张。好，走，终于到了机会，再不要硬着真白白浪费，你说的就是小鬼鬼上。化妆老师在台下像个操心的老父亲，真正的换装现场来了，一晚上歌手换了五套服装。下次见。